想念就像一条条航线，在我心中从未停止飞行，交织着想念你们的日子，超过26000个小时的期盼，终于可以飞行到你身边了。我想念你们，你们也想我吗？音乐翱翔，飞行日来袭，刘若英最新巡演即将降落马来西亚，让音乐引领你的心灵飞翔，让感动在刘若英的歌声中绽放。世界的原因，单纯只想呼吸有。